我们之所以会想要做 Go Fit 这个节目呢，是因为我公司的同事们太大爱了，大家都很注重我形象的管理。那个是玩笑话啦，其实呢，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个节目，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呢，马来西亚很多女生都面临体重超标的问题，大家都很想瘦啊，大家都很想要变美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做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呢就是饿得就是脸青青啦，或者说呢就是去体重管理中心啦、减肥中心去减肥，也不是说不好啦，不过呢这个经济比较萧条的时候呢，要付出这么多的金钱去做到体重管理，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负担得起。所以呢 Go Fit 这个节目呢历时6个星期，让主持人我香槟有这个机会带领大家在这个6个星期里面呢减下5公斤。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哦，减肥还是说体重管理，它需要一个过程，不是说哎你今天减你明天就会瘦的哦，所以它要循序渐进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会和观众分享先排毒，排了毒之后呢，当然就要吃一些有益的食物，要保持我们食物的营养均衡，当然之后就是运动了。所以在这6个星期里面，我们将会透过不同的产品来教大家怎么样健康的瘦下来。那我们每一个星期呢，都会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呢上载一些短片，如果大家想要得到一些知识，得到一些小配博的话呢，就一定要留守我们的 Go Fit， 还要时常关注我们的小视频哦。6个星期5公斤，你可以离理想中的自己更进一步，又健康又美又不需要花大钱，何乐不为呢？